Hello， 大家好，我是拉风牛。这期来看一下两辆点券 A 车科新出击和极夜幽冥的对比啊。那由于两辆车的性能定位呢有所区别，所以呢这次是拿出了平地图和腾空图一起出来对比啊，看一下他们在腾空图和平地图各自的差距。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腾空图的对比啊，那腾空图呢属于极夜幽冥的优势，对比科新出击呢，这个极夜幽冥有着空喷落地喷时长加 0.1 秒的超强优势啊。那有了这个加成之后呢，使得极夜幽冥在很多地图可以施展更多的极限跑法，而这个科新出击的话小喷只有 0.67 秒，在腾空图呢很多地方不能使用极限超长延续不说，那氮气延续的话有时候还特别容易出现失误，而这个极夜幽冥呢就不一样了，有时候即使出现失误它还能在有些腾空点呢延续起来。但是这个极夜幽冥的集气是有点伤的，有时候经常出现一些啊氮气差一丝丝没集满的情况啊，而这个科新出击的话它就不一样了，每秒集气2.8%，很多地方呢即使你集不满它也会帮你补满来。不过还好啊，这个极夜幽冥呢它在很多腾空图呢都可以使用极限超长延续来节省一些氮气，使得有些地方即使集不满氮气也不需要卡气啊。不过呢我感觉这个极夜幽冥哈它在大部分腾空图呢并没有甩开这个科新出击太多，而是挺接近的哈。那最终成绩呢是科新出击1分36.36啊，极夜幽冥是1分36整。然后来看一下这个平地图方面的对比啊，那这个平地方面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动力啊，极夜幽冥的话它这个小喷动力要弱于这个科新出击，但是它的氮气动力要强一点过于这个科新出击。那手感方面的话，这个极夜幽冥它的转向是要比这个科新出击差的啊，灵活度并没有科新出击那么好啊。那总的来说呢，大部分地图除了腾空点很多的话，我是宁愿用这个科新出击啊，因为它这个每秒自动集气2.8%来说呢，开起来还是节省很多操作啊。这点呢可能是跟年龄有关吧，老了哎手速慢啊，又不想搞太多花样啊，只想着啊简单然后又快。那很明显呢就是这几个弯，那极夜幽冥呢在这几个弯都已经卡了两次气了，而这个科新出击呢一次也没有卡啊，这就是区别。那最终的话这个科新出击呢它在平地图也没有领先太多过于这个极夜幽冥，所以说这个腾空图的话极夜幽冥没有领先太多科新出击，平地图的话这个科新出击也没有领先太多于这个极夜幽冥呢，两者呢都差不多吧。